点就是 Chrome 浏览器，我们去下载更多的资料。请去下载台北市的行政区。然后人口数这边第一个应该就会找到了。然后这个不好，因为它这是用月的，对不起。那刚刚这边台北市行政区。人口数、性别，我还要性别，还有性别，还有，好，多打性别，有没有？就到这边了，我要这一个，就是麻烦请把86点一下，就它就会去做下载，87。八八、八九、九十、九一，一直到九八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、九六、九七、九八，可以吗？因为99年之后我已经做好了下载，要做我们干脆就把全部的时间全部一次整理好，你以后。就不用在这边再花很多时间来去整理了，可以吗？而且我这次提供的是各行政区的比较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有些卫生单位他会希望你比的是各行那个里的一个人口比较。好，就麻烦请你们下载下来，下载了以后记得就是刚刚这些资料全部剪下。剪下贴到我自己建的一个指定的资料夹的，应该是 New People One 这里贴上，可以吗？请你们现在动手做，等一下我们还要再请你做什么？转成 CSV。